喜孩子他们身边啊，有没有很多唱歌的朋友啊，都可以找他们来啊，一同来就是上台跟我们一起欢乐。因为其实今天年龄层分布的也蛮广泛的、啊，就是我们小朋友也来了很多、啊，那还有我们的同居看着啊，两位我们现在朋友长大了，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啊，还是我们这些新人的朋友们，朋友圈其实也非常的多，要不然两个人的个性相当的要好，所以呢，一路以来呢，就是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那今天的一切呢，其实呢，也都是由我们的啊大家所有人啊一起努力啊，才可以将今天的仪式呢办得相当的一个圆满，相当的一个顺利哦。也非常开心啊，今天天气呢相当的也好，啊，那在这个中秋的一个期间啊，看到大家呢还可以过来啊，感受一下今天的幸福气氛，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开心哦。正式呢都有非常多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说这几天呢都是我们台湾的大好日子，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最佳男女主角特地选在今天作为他们的终身大日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兆头，那象征了两个人呢就是一年一结同心，一定能够可以白头偕老。那今天的赛事呢也是由我们举行三天的年终赛哦，希望都会得到大家的一个口味，也希望说呢，今天的赛事是我们由我们的双方主播呢，一定要为大家做示范，就是希望今天的一个名字。